走进公园里，凤凰木鲜艳夺目的满树红花，仿佛红色蝴蝶翩翩飞舞。镜头转到另一街角，整排树挂满了像黄金瀑布般的阿伯乐，盛开的一串串金黄花朵随风摇曳，形成一片黄澄澄的花海，让人惊艳。阿伯乐每年都开得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今年因为可能缺水的关系，更漂亮，花框应该会更漂亮。疫情的关系啊，所以呼吁大家哈、不要群聚啊，出门的话就戴口罩。今年因为比较干旱，所以凤凰木也都比较提早开花。每年五六月，嫣红灿烂的凤凰花和浪漫黄金与阿伯乐相继为夏季揭开序幕，南台湾到处都可看见它们美丽的踪影。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在脸书分享美景。它们外形虽然不相似，但是它们就是属性是很相近的，有一小片成一串像羽毛这样变成一大片这样一整个，所以我们在植物学上面叫做羽状复叶。台湾本土疫情严峻，火红凤凰花与阿伯乐红黄相衬，交织成一幅美丽的画面，可缓解民众紧张不安的情绪，但提醒民众前往赏花时保持社交距离，不要10人以上群聚，并记得戴上口罩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君如、罗金星、范雅贤，他们高雄嘉义采访报道。